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电视角色的包括来自《喵喵星的你》，陈豪饰演薛丁甲。看住 CC 被人虾，又帮唔到佢出头，我一个做老豆嘅真系冇用。香港人替你处理家庭问题，哇，完全讲中晒我心声。我系一个科学家 ，key 我样上去系一种侮辱。但量子運動的數據是完全沒有提升到的，那我們怎麼推第五代呢？那就是叫做偽科學咯。沒錯，這種心痛是只有科學家才明白的。其實我想說，假設我真的失敗了，我一無所有了，你會不會嫌棄我？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，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